好久没打扮自己了，有点不习惯。还可以吧，我真的好久没有打扮了，而且也好久没有化妆，看起来有点怪。苏珊，听过上一支影片，如果你们有看的话，代表你们知道今天会拍什么影片啦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好久没有好好打扮自己了，所以今天来的，有点开心，有点兴奋。没错啦，今天的影片就是要开箱我23岁的生日礼物。这样子看好像有点廉价哦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我的盒子啊那些我都放在马来西亚，因为拿箱拿箱很麻烦，而且它很大个，所以我就想说就把它里面的其中一个环保袋能拿出来，我这样子带上带下，而且这样子很方便，就直接放在行李箱就好。好的，我刚刚都拿到反呢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哈哈，给你们看哟，真的。OK， 我先给你们看这个 Chanel 的环保袋，蛮有质感的，它是就是这样子一个束口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很好收纳，然后我还有带它保护套子回来，里面还会放一个除湿袋，就是小小个包装了 ，for 衣服啊，然后我是放来放这个包包啦，因为台北比较有湿气，所以他们到冬天的时候哦，就会东西会很容易发霉啊，会有霉味那一些，所以我就买一个小包装这样子放在里面。我还有带它里面的保护纸，也来告诉你们什么原因。现在我们先开箱我们的宝贝，今天在开箱，好兴奋哦！希望我每一次开箱都是可以那么开心的。好的，我送我自己23岁生日礼物呢，就是这个 Chanel Gabber Hobo Bag， 就是他们所谓的流浪包啦。然后我买的这一款是2019年全黑系列的限量款，听到什么关键字了吗？限量款。一开始我是要买2019年的限量款，也是，然后那是鳄鱼纹的包，就是一个很大个 Chanel 这样子里。那个听说一上市不到几分钟就卖完了，所以也不会再出产，所以我就放弃它了。可是我现在这样子对比哦，我更喜欢这个。然后我观望 Chanel bag 已经有半年多才决定要买这个包包，我买的是小号的，可是我觉得小号是比较属于百搭型的啦。如果你是穿着比较中性，像我这样的话哦，我会建议你买 medium size 的，因为我也是有点后悔买 small size 的。如果有机会再给我买一次的话，我会选 medium， 因为 medium 比较像是我穿搭，就比较随性，然后比较休闲，然后比较中性一点的穿搭，我就觉得比较适合medium size 啦。然后我选的这个款式是 B 格的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格林纹的，就是不同一个感觉，就是不太喜欢。我这样子看的话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啦。它这个呢是牛皮的，然后这个新款的话，你们看到啊，我旁边就有一个人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，你可以吃饭小声一点吗？好嘞，一直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先大概给你们看一个外观，它这个全黑系列呢，真的就是完全的全黑，就是你看啊，这个链条比较多人戴的是银金款，可是我不太喜欢那个，因为我的性格是属于不要跟别人一直拿同样类似的包包，就是有一点傲娇吗？懂啦。它的 Chanel 拉链的扣很漂亮，就是很高级的一个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它的内层他们都会发一个 ID 卡，就是这个包的 IC 一样，就是我们有 IC 卡，他们就是有 IC 卡，所以这是独一无二的啊，很棒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就是还有附一个这样子的袋，就是给你们可能放一些卡包啊，可能难找的锁匙，就这样子扣在一起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它的内层，等一下我再细拍一下。然后我会选择这一款，是因为它不止外形好看，它还有很多种背法。
想说买一个自己人生第一个名牌包，就要选一个真的会自己很喜欢的，所以那时候看了很久，就决定买了这个多功能的，然后又好看的包。然后这款如果要我讲它的缺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它拉链的这个开口啊，就可能这样子开口会阻碍到你拿东西啊，就比较窄一点，但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是真的。再给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平时会带的东西的分量啊，个护手霜、唇膏、口气清香剂、厕所湿纸巾，然后酒精擦拭，然后还有这个衣服的擦拭，肮脏的手机，然后我的钱包比较厚一点，那我觉得这个，可是我觉得这么厚的钱包，其实如果你要省容量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比较薄的那种放卡包系列的。镜子、口红，还有我的粉底补妆呢，它的容量装的是蛮大的，我觉得它缺点就是开口小而已。还有一个缺点，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要照顾它，因为它是属于久了会塌的包，就是会软。但是我这款是比较不会软，上一个款式的是那种上面比较软的，所以你要收纳的非常好。就是我每次回到家用完包过后，我马上会这样子收纳，我会把这个纸的放回去，底的保护膜就是防止啊，像我们这种铁啊还是怎样，你按久了过后它就会有刮痕，所以不好看啊，所以就防止这种事情发生，就把它的东西套回去。其实不要收这环保袋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没有那种非常好的收纳橱，所以我就会用这个环保袋给它保护好啦，因为它的皮革外面哦都是比较会留印记的。像是我给你们看一个我比较心痛的伤痕，不知道你们有看得到吗？这边有两个痕，就是我绑安全带的时候我跟它绑在一起，我要拆开安全带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是安全带的印记在这里啊，而且暂时就是消不掉的，所以你跟其他包放在一起的话，怕你的其他包会有像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啊，它就会印在这里，就是暂时性的不太会恢复啦。所以我是尽量，如果你收纳的话，你没有那种很好的收纳橱，你就尽量的要用这个环保袋收好。然后它还有一点，就是你收纳的时候它要躺着放，我刚前面有讲过，它是皮革比较软一点的，然后上一款就是新款更软一点呐。如果你这样子久久的让它站着的话，它就是会软塌。因为我看过其他的 blogger 介绍的时候，他们的包是已经软到整个塌下来了，我觉得很丑啦。所以如果你要买这款的话，我就建议你这样平放它，这样子放美美。就是你要小心你的那个链，要把它放开，然后让它平躺，这样子就是照顾一个 baby。 简单的小开箱就到这里，现在跟你们分享我买名牌包之前是怎么做功课的，而且我做功课做了很久哦，做了有半年这样我才买下这颗包。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太爱买东西的女生，就是连我21岁生日礼物啊，我也不会去买很好很好的礼物给自己，就像平时我也不大会买。然后我就想，哎呀，努力了那么久，为什么不奖赏一下自己，是不是？不是那种会对我身边的人花很多钱，就是我家人啊、男朋友啊，我就是会很舍得的一种人。但是我对自己就是超级吝啬，不甘愿买很好的东西给自己啊。然后这个包是我唯一买过给自己很贵很贵的礼物啦。那时候决定要买名牌包的时候，我就讲我要买一个我可以背很久，然后我不会卖掉它的一个名牌包。所以如果你们像我这样子的女生的话，我就建议你一定要做好功课。像是一开始我不是要买 Gabriel 的，我是要买 Le Boy 系列的包，因为他们讲那个是你买 Chanel 一定要有的包。然后我做好功课，我就发现它整个包很重，放的东西又不多，背久了这边会累啊，会痛啊这样。然后那个开始我就不再考虑它。第二点的话，我是建议你买耐看型的，就是在你做功课的时候，你看它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你还是很喜欢，过了几天你还是会一直记得那个包啊，就是它了，就是它在你眼里就是一个非常耐看型的包。就像这个包，我买它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，接近一年，我看到它我还是会很开心，每次背它我都会很兴奋啊。然后像这样子，我看着它我还是会很开心，就是还要很深得你心啊，你才去买它这样子。第三的话，我是建议你选择它是百搭系列的啦，因为这个包我看到很多人背，然后不管中性的穿搭还是气质型还是名媛型，像长裙那一种
它都很适合，就是它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，所以我才会选择这个包，太百搭了。第四就是要买品牌的经典款，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不知道要从哪下手啊，你很想买包但你不知道要买怎么样的包，你们就买它品牌下面的经典款。然后就是建议你们不要买季节性的包，就是虽然它是季节性但是它是全黑，如果你们季节性啊像是情人节款啊，就是可能有 love 的还是怎么样啊，会比较容易过时，所以不大建议啦。如果你们很有钱还是可以买的，就是看你们自己的能力状况啦。刚开始买包的话，我会比较建议你们买深色款啊还是黑色款，当你们哪一天不喜欢它的时候，卖出二手价的价格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看一些影片啊，那些二手买家都会衡量这个包是不是经典款，然后是不是深色，如果是白色款的话都会比较吃亏一点，黑色深色的话都会比较保值。但是如果你们还是想要买白色款啊亮色款还是可以的，只是卖的时候不吃香而已啊，你们要确保那个款是你们很喜欢很喜欢，然后不会卖的啊，会一直收藏的那一种就可以啦。我觉得应该就是介绍到这里了吧，啊是不是很漂亮寄这个包过后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Chanel 19系列哦，那个我觉得哇，下一个会买的包应该会是它，就是它是我下一个的目标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啊GD 也是有背那个19系列，它的是驼色的，我就觉得那个包很好看，很中性，所以下次我希望我可以买到19系列的包，但我觉得不会那么快啦，因为我真的是对自己有点吝啬。好的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分享给我，你们哪一个包是到现在眼睛看到它还是会发亮，或者是你们还没有买但是它是你的目标的，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，来做参考嘛，可能我下一次不想买19系列的嘞，对不对？哈哈，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给你们看一下上面那么华丽，下面我穿的是运动裤，哎，好丑。